今天呢，饥饿游戏来到了高雄，然后今天的开场呢，只有我们五位主持人。我今天有稍微打探了一下，据说今天有来了不得了的人物，因为只要开场啊，它不是排排站的，都是厉害的人。嗯，而且我记得，如果感觉没错的话，我感应到他们今天都会穿。 红色的衣服，你感应了，因为红色喜气，通常出现就是会喜气洋洋。我感受到他们衣服上有一个这样子，哦，表示他们很棒。我感受到其中有一个人上次来过很害怕，这次不希望自己太累。 所以来了以后，他不想要弄头发，所以他戴白色帽子。厉害哦，这真的是。哎，你真的是。你这个能够感应，而且通常这个感受都会来自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来宣传。哦，再讲几声没把名字讲出来了，这么实际。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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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
好，我是许志豪。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学义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田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梦贤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子生。好。今天最主要是来宣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要介绍一下，那要介绍一下。刚刚介绍完了嘞、啊。没什么好讲的。只有讲纯歌唱，纯歌唱。你们只有讲纯歌唱。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的8点、啊。哎，这也是个中式破天荒的第一次组成这么坚强的6个人的主持群。我找不得背你，我对。对啦，我上一个节目是8点、嗯。主持群都是唱将啦。对 对, 對, 對啊，每个都很会唱。那来宾来会蛮有压力。会很有压力。也没有啦，我们第一集的来宾是萧煌奇啊，还有黄飞嘛。飞姐。对，然后第二集是翁立友跟。张秀琴，哇，所以都也不是很坚强，很强哎。江志峰，然后第四集是光三亮，对嘛？你看你讲这些，他们才会剪进去嘛，不然刚刚那个都修掉。嗯，讲一下主题哈。今天是中式最强综艺节目 PK 赛哦，分为饥饿游戏队跟综艺一起棒队。踢馆，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同一队喽，我们的。我们同一队啊！哦，那另外那五个要很强哦，不然真的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们为了胜利，我们没有在管辈分的哦，我们没有在管对方是谁。我现在眼镜看过去那边，我好放心哦。怎么这么烂哦？你哪个也有陷阱？哦，我哪叫挪啊？如果第二队赢的话，就是5分。一棒队赢的话就是6分哦，那我还唱了哦。整集4关下来，最后积分较多的就是本集冠军，有机会赢得中视节目部提供的奖金50000元。哇，5万！所以这个中视节目部提供的，为什么还是有机会？有机会是节目的常态。对，今天我是评审嘛，啊，是不是5个对5个嘛？没有，你参赛者，我也要参赛，对对对。你想太简单了吧？你想说你是带队来的，但是他们只要赢2关，我们就赢不了了。我们加油！总共有几关？好不好？4关。4关。好，那就加油了。1关。好，第一关直接来了吗？对，第一关。OK， 换衣服就位。好，来到这里呢，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身后的呢，这个是高屏大树旧铁桥。哇，啊，这个旧铁桥很特别哦，它其实兴建于西元1911年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哇，对，然后当时兴建完成的时候呢，这个铁桥其实是全亚洲最长的一个铁桥。然后后来服役了非常久之后呢，叫1984年，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新的铁桥完成了，完工之后呢，旧铁桥也就退役了。啊，那退役之后呢？其实政府也一直想说要让它活化，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把它整个重新整理过后，现在变成一个空中步道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你们在看后面有一个断掉的地方，那个很特别哦。以断掉那个点来讲说，另外那头就是屏东。然后呢，是不是算屏东的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一边，我们身旁的这边就算是高雄的。哦，在交界处，对，已经在高雄的边边了。对，那这个场地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，其实你看新旧摆在同一个地方，一种新旧传承的一个意味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玩什么东西呢？所有人要进行人体火车快飞抢快赛，率先抵达中心点，名气里的队伍获胜。就是大家都站在铁轨上面，每位要轮流过4人，不过5人，移动前进。那行进间若掉下铁轨，要接受工作人员软棒的攻击。啊，对，不能掉下来啊。
可以还手吗？还是看私人恩怨？所以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最主要还是要默契啊。就是互相的默契啦，如果感情不好，你当公打义王定。随意哥，因为随意哥其实，在我们节目当中算是游戏王，很厉害，战力每个游戏来他都很强哎。所以我就蛮好奇，就是他今天代表一级棒来，心情不是很好。不会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真的吗？有信心，这好棒棒。你安娜，你有意见吗？我今把做腰哎，腰到要死。好厉害！我你比又比吵。爱拢无食饭，就打开心，你的八道腰，无啥困。啊，饥饿游戏就是安尼啊。哎呀，而且我还记错哎，我以为三天前就要进食。你又开始，你三天，你太扯了啦！我快死了，所以一定要赢。那你还记错，是要三个礼拜。我刚刚坐巴士来这里，还做梦，梦见吃大餐。那赢了就有机会吃大餐。赢了就有东西吃。这个各凭本事啦，我们可以放下。好，出发。OK， 就各位。哎，我一个人倒就好啊，一个人。就是最后一个过去倒就。但是你最好，你不要什么手伸过去那种，我希望可以倒桌子。你自己，你们到那边去嘛。等一下，你们要讲好每一次站的位置是下一个。没有没有，你一过去之后，你的定点就定点，你不可以偷偷走。你这样转过去，你停在这里，你就停在这里了，你不能这样。这样子不行， okay, 就停了就停了。OK， 好了解。另外边可以上。好。没有没有，可是他们只要过四个，他们就可以不用计算。快快，我觉得会赢。我们所以要正确，不要就是要机会跑。我觉得我们会赢。你咱两个是较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较早。可以撑死的。关系。我刚说，我刚说人数大海啊。差不多。哎，我刚刚说啊，我觉得我们会赢，然后转过来。耶！我觉得呢，我们饥饿队呢有一种呢不能输的精神。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刚看他们这个一级棒队呢，他们呢已经大概准备好十分钟了。对。但我们饥饿队呢讨论战术讨论了十分钟，更新再更新，死都不能输就对了。对，死都不能输啊！因为有奖金，节目部提供了50,000块奖金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我是很少看到，也可以说三年多来大概是第一次看到君君这么有斗志的啊！哦，他真的有，他真的很认真跟我们讨论战要怎么过。他我不知道，他应该不是。我真的有办法，你真的把我跨过去，跨去过了，不怪招。他扶了，不能扶栏杆哦，真的会掉哎，会掉，会掉，会掉。他跳过去，那可以摸他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那可以，因为是你们两个的事情，所以你可以摸他，也可以踩过去。好像比较简单，我看我看，那就是比较简单哎。我们其他的我们全都跳。但他不行，但我蹲下去还很大，不会，你尽量上去，然后你重心往前，你到前面啊，不要到后面。他们在看，没有，其实最主要是团队荣誉，团队荣誉，对不对？是我们五个人很少机会五个在一起，很少可以同队，对，那是面子问题。我们五个组织军凑在一起，我们还输，真的是太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那边都是一些滥竽充数的。反正那边听不到，反正听不到，在那砸牌。你们都优秀的主持人，好，歌熟人，好来了，好，准备开始喽，一三一，来，稳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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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确定稳的就好了。来，一三一 ，Go。睡。过得去吗？我比较厚，我想着你好厚。哦，你坐到我身上，你好宽，你坐到我身上，我觉得我过不去。过。哇，那这样很挤耶，这样我过不去。没有，我觉得孟子哥那边我们要用那个女生的方式。你过得去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不用，我们用。可以，他手可以碰他背，他好宽哦，你手可以碰他背，超级宽的，你手可以碰他背。对，要等他定位，等他定位。OK， 到。水慢慢哦，慢慢哦，不要紧。可以再快一点点，没关系。哎，慢，我们二变。什么？你二变好？来。等一下，到了，站好，等一下，定位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。来，哎，我怎么的？看我来转。哎，不能。肥哥今天够厉害呢。哇，孙悟空吧？这，哎，来，好过。等一下，不，小心哦，他超级宽的。哎，过去，你过去。好，等，我抓着你，不会，绝对不会掉。我们很厉害啊！go go go，
等一下，寻梦者来了，寻梦者来了。哦，我还不能够，我还不行，不行，等一下，对啊，好，好，他们太快了，因为你两条铁轨其实很，可以，可以，快。哎呦，康哥，速度保持一致了哈，你慢熊进熊班，慢熊进熊班，靠腰的力量，起码我求站起站。哎，阿林都有笑点哦。哦，来，靠腰力，老爷来了，来，可以，老爷卖挂，来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康哥，让他过哎，我来，喂，你他妈做效果啦，我过哎啊哈。我梦辰，你抓过去。哎，我有点梦辰，会有点急，梦辰真的不行。他们也很快哦。小心，小心。等一下。啊！怎么打我？多音。小心。等一下。啊！怎么打我？多音。连我蛋打到了。不能回去了。连蛋打到了。哦，哎，对哦，手可以扶哈。对啊，你可以扶我们身体。对，都忘记了。你可以扶身体。不要去了，我要去梦辰。哎，我觉得不行，梦辰哥不能用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梦辰哥用伞，你有问题哦。用伞，下来的。哎呦，梦辰哥用伞，你明明就跨得过。哦，换一个方式，我们用站的。好。好。但是可能要反过来。你们站好。你快，蹲着不行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根本不会碰到你啦。我不会碰到你啦。好，你牛了。啊，轩，你快一点啦。哦，天哪。你干嘛讨论？就过去就可以了。睡就好了。有机会，侧身比较好，侧身比较好，哦，侧身比较好，哦，哎，你不要趁机打长辈，再讲不爽，对，不满可以说，侧身，孟哲呢已经花，可以，孟哲呢花很多时间了，孟哲认识，真的，够哈，可以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哇，他们领先很多，还没过，哇，好，追要追，过，对，过，好，圈，哎，领先差不多了，加油，冻冥王。加油！有刚刚一个 step， 加油！对，可以压我的背，没关系。他们过很快哎。对，他们快，他们很快。扶好。没事。哎，手小心啊，手扶的有，我可以，我都扶好了。又到徐梦辰了。哎，梦辰哥要怎么办？可以了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解决方法。我抓到，不用担心，可以。没事。可以，来了。那小江让我看过。喂，等了好久，他们退后一步。哎，他们都蹲着嘞。对，来杯。啊？怎么有这种战术？来，加油！给，踩说。哎，给你。好，对了。快一点点，卡大波。下一位。现在快接上，快点，差一点点而已。掉了。哦，对，要快一步。对，要快一步。走，他是抓我哎，很重要，他们很想打，好无聊哦。稳住啊，快点，稳住，快点，差一点点，加油，来，OK，好，要到喇叭才能拿，不能在旁边然后伸手拿哦，要走到喇叭正前方哦。九零九探狗，对，探狗，我们抓到美感的啦。对，好，加油，没有，要隔一个不是吗？对啊，加油，可以，要隔一个，不然没地方站。还没有，庞然大物，快点，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快点。还不行，还没到桌子，还有一个，抓走，到，拿，
对，要到正前方啊，到正前方。太棒了！因为我们许梦泽掉了，我们许梦泽大概掉四次吧，我们都没有掉呢，很厉害，没有公平，公平了啊！要到这个桌子前啊，没错啊，对，有奖有奖，前面要到桌子前。有，两个位置都在这边嘛，但是他们的麦棒先出发了。对，我们多一个。好了好了，这样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知道，那这次正式来了。没有啦，没有这种事。很热哎。他们真的很厉害，真的。其实中间我在看你们了，给我们好多压力哦。因为你们速度很快哎，其实你们前面是因为我们有一阵子许梦泽掉了四次，那次你们很靠近这里了，我们都输在我身上。我要过那个青田的时候都比较慢。不好意思吗？那个是为什么比较慢？就是会害羞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不像你们。那你们怎么？我们其他人去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连抱都没有。我们没有。你知道他们两个，我们碰不得。我不能碰到他们，我碰到他们，我随便一碰到，我们可能就被全台湾的男生攻击。我们都不是碰哎。对啊。好了，输0.04而已。你们也是很厉害的。0.04而已，我们有不能输的压力耶，因为我们五个很少同一队。对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赢。但希望第二关我们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所以这一关结束，饥饿队先率先获得5分。耶！啊。这个据制作单位说啊，因为我们在铁路旁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吃铁路便当。这个天气啊，道地铁路便当，刚好叫到了铁路便当。我刚看到工作人员放饭也是铁路便当，同一盒啊，同一盒的啊。所以自己很好吃啊，自己 share 自己 share。对，谢谢。请我们吃。哎呦，君君，你要先吃一个香肠给我们看吗？好。哇！女神吃饭就是不一样哇！君君是女神风，哈哈哈东西都不一样。你不能卡，摄影师不能卡到吹风机会的那个。对。好，那换伸鞋子，伸鞋子吃东西开始。哎，你要吹脸，吹脸会很好笑。你看那个脸，你要吹那个嘴巴，对对对，他脸会皮肤会痛，对，皮肤会痛。哎，男生跟女生差这么多的，好舒服哦！哎，我都强颜欢笑。哎，你明天做北东菜，来啊，不，今麦几个一包？安尼啊，一包，一包，一包。有 N 强个 ，N 强，白饭。为什么是 N 强 ？N 强香肠。为什么不是 N 强？哎，对，我正要讲，我最近在拍，我最近在拍台语剧，才知道有人是讲 N 强呢。N 强，对啊 ，N 强呢？没有 ，N 强是南部的，哦，南部的。嘉义、台南就 N 强。N 强 ，N 强。都会挡，所以那拉队的台语怎么讲？哦，这个哦，又堆，这应该一起交换你，交换大油堆，拉队的，大油堆，大油堆啦，画油堆的嘛，拢讲画油。啊，你阿拉伯，你就咱讲阿舅伯啊嘛，我叫我去阿舅伯啊，他接到。阿舅伯啊，你大家都朋友阿舅伯啊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游戏呢，分好。拿到5分，开心！我们真的最少要先拿2关，他们真的只要一拿就是6分，对，就是我们很少，我们一定要稳2关，我们才有机会，有可能会赢。所以，对，如果他们拿2关12分，我们真的就会很幸运。我俩都话在杜新田写到没心情，我哎呀，那搞家拢唔敢往前走，冷冰，你都要赢冷冰哦。阿弟，你知道你家己不对啊？我叫你别放水啊！杜新田，我不要拿眼西大马。没有，可以在外找我囝，我囝三位。可以让的机会只有刚刚而已。啊？等一下没有哎，哎呀，你又不知道游戏规则。真的啦，他不会一直重复一样的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就我们这边拿到了5分，第二关大家好好加油，拼10分 ，OK，Go。